三恶道的业因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佛讲得很清楚，总的原因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叫五毒啊。啊，贪心过鬼道，那鬼是贪啊。人要是贪婪，跟鬼就特别有缘，他感应。啊，愚痴是畜生，愚痴是正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，他分不清楚。他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后头有大害。啊，如果人有聪明智慧的人，看到眼前小利，后头有大害，这小利都不干了，不要了。啊，他看得清楚啊。啊，成慧地狱道的原因。啊，人一定要学到慈悲，慈悲要学到谦虚，要能够忍让，这是修善积德了。啊，处处跟别人争，果报在三途，你就是真道了，你能享受几天？啊，唐太宗这个好例子，他的尊贵是争来的，啊，是拼命争过来的，也不过享受23年了，他只做了23年皇帝。傲慢跟怀疑，三恶道通通都有，恶鬼畜生地狱通通都有。佛给我们讲的，这是五毒啊。这一瓶经很长，把这五毒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杀盗淫妄酒里头，每一条里头都具足五毒。应该有高度的警觉。这几句总指三恶道，